没有。那我现在假装你女朋友的头发。我老婆看到会杀我。不会绑头发。你跳进去。这个你。你跳进去。我不好意思。大哥，你好天分哦。你拿下。头发往中间走啊。对。哎，你发质不错。这边呢？再一个嘛。好，最后帮他绑完就可以了。哎，我已经在拔。快！快点，快点！好，我知道。讲话。七，我知道。多底答错。一百七哦。正确答案 B。热菜也满场，恭喜答对。答对。厉害吧？连这个也都能答对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输了？快点！哎，我们队长太笨了。两分。你下个锅送你。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可以了。所以我们是二，然后二吃完再二综合水果冰。啊！我以为直接吃冰糖好辣。这个四个，可是我们就没了呀。不是在吃东西的啦，你要吃东西我就要吃。这一集根本是成败都是看在队长啊。